爹。明月，你回娘家去做什么？家里人问我罗家要开设饼铺的事情。任杰，你为什么让和美堂切断对高家面货原料的供应？啊，不是切断，是和美堂不再经营原料买卖，这样就可以专心开设饼铺。啊，高家可以另寻供货商吗？敏月，这是你该过问的事吗？是啊，明月，这哪是我们女人该过问的事儿呢？任豪刚在院子里面等你，受了风寒，正在发高烧，赶紧上去看看吧。爹，那我先上去。敏芝啊，这明月当家的事儿，再看看。最近发烧的次数太多了，怎么会突然叫你回去的？没事，是问我一点饼铺的事情。什么事让你这么难过？你是不是见到浩然了？你怎么知道？我等的就是你这一句话。风儿轻，轻吹，花谢花飞，浮华人生流年似水。嘟嘟风儿轻，轻吹，百转千回。踏过云间月，如影相随。三小姐出阁以后，你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也没说过话。我知道你没有一天不再惦念着她，但是今天你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伦杰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相信过他。算计高家，算计明月，线路都是那么清晰。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清楚，可是我真的无能为力。我什么都做不了，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管说了什么，我都要知道。饼铺开张的事儿，我是非做不可。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不会改变。大队诚恳经营，公平竞争。竞争就是各凭本事。你的本事？就是突然切断高家饼铺的货源，让他们措手不及。你这算是为杜浩然打抱不平吗？浩然到底跟你有什么过节？没什么过节，我就是不想让他天天看见你。明月，明月，明月。
我到底要怎么对你，你才可以好好的看着我？放开。我抓住的东西，就绝不放开。我不管大哥许了你什么，没用。我不答应，都不答应。我对你的心意，你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明月，你已经嫁到罗家来了，你不可能再回到高家家，不可能再回去了，你懂吗？我懂，但是你懂吗？我是罗仁豪的妻子，是你的大嫂，我们之间没有叔嫂之外的任何心意，你懂吗？我就不相信我做不出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学的？无聊。大小姐，你可别小看这玩意儿，现在这玩意儿涨价了，一块大洋一盒呢，罗家都看了眼红了。哦，听说这个罗家开店呀，就是为了这个。不过也有人说是为了三小姐开的。嗨，这本应啊都应该属于大小姐的。有没有人呢？哦，来了来了。哎，想吃什么？哟，今儿心情不好啊？谁惹你生气了啊？哎，滚下！哎，臭你！哎，大小姐，哎呀，你在抽你啊？你干什么呀？抽你！大小姐，别这样！大小姐，你别这样！我告诉你，我不干了！哼！雨珍，李先生啊，要出去。师傅费心了啊。客气。雨珍，这几块衣服料子喜欢吗？今天吃桂鱼吧，我去给你买。顺便带只鸡回来，我给你熬汤。好。哎，等等，外面天气有点凉，你穿得太单薄了，我给你拿外套去。不用了，我一会儿就回来了，没事的。哎，早去早回啊。林太太，你们夫妻可真是恩爱，我还没见过这么疼媳妇的男人呢，还亲自为您上市场。这些事情你们为什么叫下人做呢？上一个回乡下去了，我们正在找呢。哎，你要是有合适的，给我们介绍介绍。好，我会帮您留意的。嗯，太太太太太太，什么事啊？门口有个丫头是来见工的，让她进来，让您瞧瞧。叫她进来吧。哎，好的。太太，就是这个丫头，这是我们家太太。明秀，明秀，跑什么？还躲着？这些人拿尽我家的好处，还在这吃香喝辣的，凭什么我要受这种窝囊气？明秀，他怎么落到这种地步了？哎，这高家的大小姐也有今天。别拦着我，让我进去！别拦着我！哎，小姐，老杨，放开他吧。我现在在找工作，没有地方住，我要在你这儿住几天。不行。不行？你也太没有人情味了吧，姨娘。住口！你不要乱说话。哼，是啊，乱说话不太好的。那你说说看呢，我该怎么称呼你呀？姨。好好好好。那你打算住几天啊？玉珍，都放在灶房了，那鱼特别新鲜。明秀，大师傅，不好意思啊，来打扰你了。别放下，继续看。至少把这一张看完了再说。
还是有一些发热。明天我去给叶大夫写封信，也许你现在服的药该改改药方了。哎，我的情况只会比现在糟糕，不可能再好的。任豪，这书好看吧？这些外国人写的事儿，我得看好几遍才能懂。嗯，那就多看几遍吧。你是我见过最喜欢读书的女人，这样好。喜欢读书是好事情，以后你可以拿书里面的知识出去看世界，这个世界很大的。你不会一辈子困在这里的，所以不要在意眼前的这些为难。没有人为难我。如果你说慢一点，我就会相信了。真的？我真的很想陪你去看遍整个世界。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认识，如果我们可以早一点成亲，如果我们可以早一……千金难买早知道吧。请进。大哥，刚刚在外面就听到你们说话来着。明月啊，这是灵丹妙药，有你守住大哥，大哥什么病都会好的。大哥，你看看，这是理丹，看有什么礼数不够的，还需要加的。挺好的，你看看。怎么着，明月，看你这表情好像不满意啊。高夫人寿辰，丈母娘的生日，大哥可是在晋阳的巴结啊。我想就照这个单子去置办吧。明天我陪你去。不行，你不能再受风寒了，不能出门，我也不去，我们的心意和礼到了就行了，大娘不会介意的。明月，这可不行啊，明天姨父有要事在身不能去，任豪也不方便，要是你再不去，就算高夫人不计较，高家长辈和德智少爷会怎么想啊。嗯，那就让任姐陪你去吧。不用了。要是你不嫌弃的话，我陪你走一趟。也好，明智啊，辛苦你了。嗯，不用了，那你们聊吧，我还要去准备这些礼品呢。啊，先走了。我看，我还是……你要去的，明月，明秀不在了，你爹又走了，别让大娘觉得孤单啊。都放好吧。放好了。嗯，来，明月。表小姐。哎呀，表小姐，老爷在庄子口谈的事儿好像有点纠纷。啊？说不清楚，非得要看契约。老爷说让你赶紧把契约给他送过去啊。这可是我明姐，这是正事儿，你快去吧。明月，真是对不住了，这租约的事儿啊，还真是只有我才知道。哎，我这心里都过不去了。好在礼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安心去，不用着急回来。明月，听说你和高夫人心里还有些疙瘩，别因为这事儿再闹生分了。嫁得再好，有娘家撑着总归是好事儿。我呀，这梦里头哭着都希望有娘家呢，要好好珍惜啊。嗯，去吧。
车开走，晚上再去接他。是。嗯，这件事情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啊，知道了。小霞姐，这是大少爷的药吗？是。会接吗？大少奶奶都交代清楚了。行了，你看看你笨手笨脚的，去吧，去看看大少爷醒了没有。快点。祝姑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夫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大娘，祝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夫人，行了，快起来。三小姐回来了。大娘，福寿绵延，青春不老。哪能不老呢？行了行了，请起来吧。意思到了就行了。你是嫁出去的姑奶奶，不比得志他们，见过礼就行了。大娘，然后有些不舒服，就没跟着一块儿来。没关系，她现在好吗？还好，公公和仁杰他们也要我代为敬意。他们，我从来不过生日，没这个往来，惊动他们反而不好。这不，德志、浩然非要闹着热闹一下，自家人聚聚就行了。明月，你上回提到的那个西洋蛋糕还有饼干的做法，他们没一个人能做出来，连浩然都失败了。你看，不服气的样。他们认定是你耍弄他们，哎，正好你回来了，你做给他们看看啊。跟我上厂房去，走。慢着，明月现在不合适再进高家的厂房。大娘，以后也不合适。大师傅，考虑的怎么样？厂房设备、人员物料，万事俱备，就等你点头了。二少爷，承蒙您抬举，我这思前想后，觉着眼下还是无暇顾及这些事情，请你见谅了。到底还是高夫人了解你啊。大师傅说的这几句话，几乎跟高夫人说的一字不差。哪个高夫人？这也。高家现在只有一位夫人了，你说还能有谁？这关大姐什么事？振爷，你别多心。明月这次回娘家，我顺便跟高夫人提到了这事儿，她当时就给我占了一卦，说大师傅肯定会这么回我的，因为什么？仁杰，你这实话实说嘛。啊。高伯母说大师傅不会答应我是因为怕输给杜浩然。啊，振爷，高伯母说的也是玩笑话，随便说说，你别当真啊。阿贵，按照家法处理，挑了他的手筋，再送官放饭。开什么玩笑，大海会怕浩然？他是他的师傅，他那点本事不都是大海教的？这杜文清说的什么个屁话。大师傅对不住。不要打！罗少爷，
我答应你。好，做就做。我们本来是担心得志，又不是怕他们妒忌。行啊，让我这个高大小姐帮你们撑腰。高明秀，怎么了，罗仁杰？你不认识我了吗？认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那你说说看，我应该在哪儿啊？我是不是应该要在同庆班帮那个刘建强套戏服啊？听口气好像刘建强付了你啊。不，他没有付，是我自己傻。你们刚才商量的事情我很有兴趣，送我一份。好啊，怎么个算法？大师傅的手艺再好，也比不上我高明秀三个字啊。我可是高家的嫡出啊，我是个活招牌。好啊，明秀小姐，认识了你这么久，从来不知道你原来是这么的明事理。大师傅，有了您的这门手艺，再加上高大小姐这块活招牌，我们的和美堂可以马上开张了。罗仁杰，高家是哪个人得罪了你？你必须这样对付他们。我喜欢你们家的大宅子，只要弄到他们卖宅子，我的趣味就算到头了。只是这样？对我这就够了，但是对你们，大师傅，你被高杰给毁了。真一，你被高杰给赶出门了。哦，还有你，高大小姐现在是有家不能回啊，高家都欠你们的。我让你们个个扬眉吐气的跨进高家大门，这种感觉不是挺好的吗？大师傅，那就这么说定了。太好了，这是给您的定粮，您收下。啊，大小姐，你的条件也好好想想，我不会让你吃亏的。错了，你该说不会再让我吃亏了。那是那是，那我就回去准备一下，恭迎各位的大驾光临。哎，对了，你的饼铺要开在哪儿啊？啊，忘了告诉你们了，和美堂就开在凤林镇长街口，再走几步就可以望见高家饼铺。大小姐几时想回家了，三四步就可以回去。这主意不错，大师傅，姨娘，我们三个就领罗二少爷的情回凤林镇看看，这下这出戏可好看了。好啊，我们就等着一起看好戏吧。大海，刚才仁杰一阵的糊弄，我这脑子就没转过来。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帮他？我们三个可都是被他算计过的。姨娘，他算计我们，我们也可以算计他呀。不管他要什么，等到他全部拿过来之后，我们再通通的抢过来。爹，一件你想都想不到的好事，我去找林大海。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哎，老爷，老爷，怎么样？王大夫请到了吗？哎呀，王大夫出诊去了。哦，药铺已经派人去找，马上就过来。你还等什么药铺？你就去把人给带来，快去！是，爹，是不是大哥他？明月一走，大哥一直在发烧，嘴里还叫着明月的名字。明月去哪儿了？高家。哎呀，仁杰，今天高夫人做寿，做女儿的应该回去的。一会儿我派人早点把她叫回来就是了。我去看大哥。仁杰。姨父，有件事情我想让您知道。什么事儿？
您跟我来。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丫头说这药服用多少、怎么煎法都是明月说了算。我也不知道明月为什么要故意拿掉这味药。最近云豪的病情特别不稳定，不知道和这有没有关系。姨父，是不是我太多嘴了？不，接着说。我听仁豪说过，说他不会让明月守寡，如果他真的不行了，就让明月回高家去。燕子，也许明月不是这么想的，他想更早一点回去。你回来了啊！不用起来，躺着说话就行。我坐在旁边。哎嗨，大夫一会儿就来。我又没事，这么大惊小怪的。敏芝说你进城去了，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明月知道你不舒服吗？我没有不舒服啊。他还回去干什么？现在照顾你比什么都重要，要怎么跟他说他才能懂？他是存心的、故意的，越是不让他回去，他越扭着来。他现在已经是罗家媳妇，他任杰，哎，你不要这样说，你这样说只会让明月离你越来越远的。我什么方法都试了，讨好的、顺从的、巴结的。都没有。其实，只要他肯安生的待在罗家，我什么都可以不计较的。这不是挺好吗？是呀，本来是挺好的，但自从上次杜皇上告诉他高德志的事，我德志的事啊，哥，上回我只告诉了你前半段炸赌的事儿。后来我又找人绑走了他，拿了赎金。什么？哥，明月当时也是你这副表情。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给过我笑脸，见到我就像杜圣猛兽似的。我知道没用了。用什么方式讨好他都没用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那么对德志？哥，啊，高姐有钱啊！啊，主要是因为天津的铺子，还有南阳的货船出了事儿。你说这钱是借他们高家的？现在唯一能够让我心里好受一点的是高德志他自己情愿进这个赌场的，这样也好，给他个教训。但是这钱你还得想法子还给他们高家。但是这个事情越往下面越乱，尤其是最近，你说，哥，啊，不能生气，你不能动气的，你。我不是生气，我是伤心啊。本来不是这样的，本来不是这样的。都是杜浩然，都是他。明月虽然嫁进了罗家，但是心始终留在了高家，留在了杜浩然身上。
都是给高德志写信，其实是借着高德志的手转给杜浩然。这个高德志居中撮合，就算是我对他们有天大的亏欠，现在也都给抹了，我饶不了他们。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敏之早就打听清楚了。哥，我快没有耐性了，得不到的宁可毁了。小姐，小姐，罗家的车不在门口啊。明月，你是不是记错了？怎么会呢？一定就在附近，你再去找找看。啊，实在不行，就跟阿贵说，让他派人把明月送回去也行。趁现在，我跟明月说会儿话也好。行，我再去看看。明月，罗家开设饼铺，是不是你的主意？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你促成的？大娘，我这件事情来得很奇怪，我一直都想不通。任杰这孩子一向都是温文尔雅、圆融周到，他有什么因由要和高家打擂台呢？再说他们罗家是货运营生，罗家懂什么饼铺买卖？上次你回来人多，我就没有问你。你说罗家的打算你都知道，可是你从来也没有通个信儿啊。你和德志一直没有断过联络，可是你应该有这个机会，只能说你不想这么做，对吧？不是这样，大娘。你一直怨我，对吧？你非这样不能解恨。你真认为唆使罗家开个饼铺就能让我寝食不安，让高家挺不起腰杆，是吗？是啊，你是受了委屈，因为明秀。可是任豪对你的好是真好，你为什么非得这么怨着恨着？大娘，在你心里，我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以为你不是高家养大的孩子，你是柳碧云的孩子。大娘，我娘跟我说过，我与高家血脉相连，要求过我与高家休戚与共，荣辱与共。明月，你看你着什么急？罗家的车子都还没来呢，要不然你吃完晚饭再走吧。不，我得回去。三小姐，车已经备好了。谢谢你，贵叔，你去忙吧。哎，明月，大娘跟你说什么了？你的脸好多了，小香，二哥的药不能断，一定要坚持服用。小姐，你瘦了好多。浩然也一样。日子不会永远这样的，
明月，二哥跟你保证，以后一定让你过上舒心的日子。你相信二哥。二哥，保重。小香，要照顾好二哥，一定要照顾好，知道吗？明月，你看你这话说的，以后你不回来了。外面风大，我回去吧，我走。小香，少爷，小姐好像打算再也不回来了。爹，不用说理由，你把车子支开，就是存心不想找回来。这点心愿，你想瞒过谁啊？从今起，不许跨出大门一步。而且以后，任豪、汤药你就不用管了，全部交给米芝处理。你只要好好照顾任豪就行了，我可是把话先说了前头。要是以后任豪因为你而产生任何的不适，我是绝不会原谅你。哼！你们先下去吧。明月，你知道任豪是姨父的心头肉。他不舒服，姨父肯定又急又气又心疼，所以才会拿你出气。你别往心里去，啊！啊，明月，这事儿你别跟任豪提，你知道他会心疼你，我不想因为这个弄得他们父子俩不开心，啊！我明白。坐在那里打瞌睡，让我想起了我们两个沉浸那天晚上的情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那么的渴望我自己。是一个强奸的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想我可以照顾你，可以保护你一辈子。
他好吗？他喜欢那些礼物吗？他喜欢。那个可爱的二哥和小象怎么样了？他们有没有想念我？哥，听说你找我啊？嗯。有什么事儿吗？以后我的药还是让明月煎吧。啊，这个是姨父吩咐的。当然，我知道明月比我更合适，她更懂行，连大夫都说她已经是半个大夫了。但是前两天我们发现少了几味药，就因为这样姨父才认为是他。够了，即使是你有意引导我爹这么想的。任浩，你在说什么呀？大哥，来来来，坐下。先别说了，喝口水润润嗓子。明志，你为什么不让任杰和明月好好的相处啊？你跟明月有什么过节啊？